烧得黢黑，油光花亮的，你们看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帕尔多牛大瓜，今天我整个猪脑壳来炖起，老板帮我们烧得黢黑，我特意喊他烧香点，我们现在清洗有点麻烦，就是一刮就透了，都把它烧成黑猪去了。嘿嘿，这就是黑猪，你看，你看，这一刮就透了。我看见没有？你看嘛，好像在刮这个。我那边烧的还可以，它在喷香呢。喷香的比较细嘛，这个例子。那不行，看东西。哎呀，你看他让着你放心了、啊。我咋不两碗我不吃？得洗啊，得洗干净的，再加热水洗干净点哈。蒸干净了，开盖。锅里加入长江水，放入二师兄，老姜来一坨坨儿。料酒来滴点儿，盖着煮开。哎呀，来劲儿吃起来！锅里加点油，炒个糖色，放入冰糖，尝好不好不吃不？要得了。加入长江水、花椒，再来点点香叶、八哥、料酒，再来点老抽，再来点干燥生抽，再加入多一点点盐巴，最后再点辣椒。盖上锅盖，先炖一小时。还准备一个海椒水，我吃过奶油头子，看看你，你切薄点。这里有瘦的，这里是瘦的，我把你啃个骨头。这个是不用蘸辣椒都可以。那妹妹，我自己加。好吧，自己加。不蘸辣椒都有味道的哈。奶奶。嗯，骨上面有肉，我没弄好干净。嗯，要瘦的要不要？嗯，不要吃那么辣嘛，姐姐。我也不怎么辣。吃些肉，吃些菜，嘴巴得擦一下。你让我这么吃了，你还擦？你们是不是燃瘦完了？嗯。我怎么吃个碗这么小？要不换一个碗？那个碗是你们上嘴美美的。妈妈换一个。不然我要睡觉。太肥了。来，先把骨头给你。还有是我吃大碗。爸爸，我好羡慕你啊。为什么？你怎么吃都吃不胖，女生就要为这个事情给愁起来。不用解愁。你那么小，你那么小，你愁什么？减肥是大人的事情。
这小孩子不要管这些。每个女生都很羡慕你，我估计。你就吃黄瓜，这个都不吃啊？不是好吃啊。但是我比较喜欢吃蔬菜，不吃啊。嗯。觉得不恐怖，让你们好吃，是吗？不要。让你们吃都看得远点。猪的眼睛好远嘛，看着看着是猪圈圈的眼。再拿一块给你吃嘛。不辣嘛？不辣，香喷。玩吃干净的，每次都是那么多。今天打不起油荤，一个猪头肉没吃完。兄弟朋友点个关注，明天要得哈，拜拜。玩不起油。